2011年6月，随着西邦学校的活动结束之后，园林高中第十届美术班也正式产生。十是数字，但也代表着时间的累积，包含着汗水与泪水，以及说不出口的酸甜苦辣回忆。园林高中本来没有美术班。之所以要设立美术班，是应地方的要求，因为明文国中有美术班，那么他们要念高中的时候，往往要到台中或者竹山才有美术班念，那当地的家长就来跟学校要求，说是不是您高中考虑来增设什么美术班。那我是在那个第一届的前一年，前一年进来，那时候就是进来就是为了成立，所以那时候是带普通班导师，同时要兼办，就是这个的那个成立工作。2001年，由陈立秋老师开始美术班的筹备工作，隔年第一届美术班开始招生，并由陈老师担任首届导师。将美术班的运作带上正轨之后，转由英文张秀珠老师接任班导。园中的第一届，以前前无古人，也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要问谁。好，那其实是我本来我说以为是赚到啊，就后来发现其实还蛮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美术班的孩子就是跟一般的班级的孩子就真的不太一样，他们有自己个人的特色蛮强烈的，然后他们的想法都比较主观意识比较强一点。教育厅核定我们成立美术班之后，那我们校内就开相关的会议来讨论怎么样来扩充美术的教室，科学馆的部分比较闲置不用的实验室把它改装成为什么书法教室啊、西画教室啊等等。经过多方讨论协调后，于科学馆4、5楼设立西画教室与水墨教室，另于红楼3楼设置设计教室。然而除了数科专业教室外，学科教室也面临着同样问题。位于校园西侧的奋进楼，也许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便成为同学们口耳相传的废墟。早期美术班的学科教室也坐落于此。有看过废墟教室吗？就是我们那时候废墟的教室是比现在小一些，大概只有现在1/3。你们有空可以去废墟看一下，他们有一个白色的大柜子，然后它就是一个小门一个小门，正方形的小门，那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那个柜子。布丁堡可以算是园中的地标建筑，或许因为建筑造型像是布丁一样，久而久之大家也昵称它为布丁堡了。40多岁的高龄教室已显得不堪使用，为了教室空间有更好的利用，2008年6月动工拆除。后来就是新建这个杨一楼，是后来因为96年的时候才开始动工。那个时候我当总务主任，那规划的时候本来是比现在空间大15%，可是去到这个教育部审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害怕水泥啊钢筋，如果说同时间学校通通在盖房子的话，他怕这个整个物价波动，那导致如果说经费不足，最后每一所学校都盖不完，所以他一开始就要求说我们把原来规划的那个空间啊缩减了。我们今天特别借用竹套边跑数量速速如意，
一楼的落成，将原本散落于学校四处的教室重新集中于杨一楼三四楼两层。另外设置陶艺与版画教室，随着教室空间配置的尘埃落定，同学们不用再四处奔走到处赶场，也因此更能增进学习的效率。然后我知道美术班的传统就是上课都会就是睡神清洗这样子，对啊，但是其实我接就是现在的这个三一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们其实都很乖，然后其实也很积极，会很努力的要去把学科读好。在学术科的双重压力下，美术班同学们在学习上得花上更多的精神与时间。有一些老师就是后来也是带美术班的课，然后他们就觉得很难接受，说为什么美术班孩子就没有办法跟一般的孩子一样。那我就会告诉他，有的孩子他真的上课他就是睡觉，为什么？因为他昨天晚上他可能画到三点四点，因为他灵感来他就是要画。关于美术班学术科的学习方面，数学王寿明老师有独到的见解。比较多的时间在艺术领域，然后艺术领域的思考模式又跟理工科的思考模式是不太一样的。好，我现在要画画，所以我切到艺术模式，然后我现在要开始研究数学，研究理化，然后我就切到我们的那个逻辑模式来。否则的话，其实那个转换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在美术班的术科教学方面，初期由郭元海、陈立秋担任术科教师，另外聘请重实高工林锦秀教师教授设计课程。2003年，郭元海老师退休，同年何鸿志与向清兰老师加入，2005年黄一堂老师加入，至此师资阵容大概底定。除了校内的学习活动外，每年定期于寒假期间举办艺术之旅活动，探访各大专院校美术相关科系，借活动过程中的体验，除了开拓视野之外，对于日后就读校系的选择也能有所帮助。除此之外，在行程中安排各项展览活动的参观，了解当代潮流趋势，借由这些校外活动的参观与体验，使同学能吸收当代新知，并激发出更多的想法创意。校外的艺术之旅活动外，校内亦定期举办艺术讲座活动，邀请专家学者立校演讲与示范。借由面对面的实际接触，使同学能够更直接的观摩与讨论沟通，
得到第一手的深刻经验与印象。而在校内活动方面，同样也是多彩缤纷，像是一年级的健康操比赛。我会延续传统，耶！二年级举办的啦啦队表演，精神在比赛中展现创意，屡屡赢得佳绩。彩笔挥洒何须尽在画布之中，校园中处处都可能是艺术创作的舞台。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它其实可以传递一些美的一个精神给全校其他的同学也知道的，像之前我知道他们好像小美有带他们去就是有一些校园的一个造景这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类东西它其实可以每年都不断持续去做一些变革，我觉得还不错。艺术工作者有时就像是病毒、细菌一般，会感染，会蔓延，有时还会引发无限的可能。在创作布展的过程之中，除了创作同学本身要思考环境周遭的讯息外，而驻足观看的其他同学们也能感受到创作者的艺术热忱，这种直接与间接的参与艺术创作活动，将有助于提升校园整体的艺术涵养。同学们在校园中挥洒彩笔，展现创意，将艺术融入校园环境之中，在与空间环境的互动创作过程中，总是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艺俊们有着神奇的魔力，像是穿梭飞舞的精灵，在校园中撒着艺术的神秘魔粉。
除校内的艺术创作活动之外，同学们也参与校外的艺术创作活动，像是地方社区彩绘壁画活动。画布的延伸是更宽广多彩的世界，无远弗届，也希望借由同学们的艺术才华绘出璀璨亮丽的动人世界。除了平日在学校进行的基础课程外，同学们也尝试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创作活动，例如影片的拍摄与制作。逐格动画的拍摄，型制作，马赛克壁画，铁卷门喷漆涂鸦，艺俊们进行更多元的尝试，也在校园中散播着更多的艺术菌种。三年时光匆匆，高中生涯也将告一段落。美术班毕业画展代表的意义，除了同学们作品的展览呈现之外，也代表着这三年学习的整理，好像是告诉大家我好了，即将带着众人的祝福准备向下一阶段航行。在画展开幕典礼间，总会有一次完美的新旧相遇。学长姐传承路的托付，是画下句点，也是开启了新页。我们是为了坚持梦想不放弃，所以我们才去环岛。那里骑到东部那边，在东部那有个大湾，很大一个湾，然后它就很帅气的压车了。
我就看到他慢慢的压出，然后我就开始笑了，然后很慢很慢，然后压到中间的时候就唰就淋下去了。做，因为我觉得就是有艺术天分的孩子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他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要能够感受到那一些漂亮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美术班的学生其实以后可以有很好的发展。考完再就不能回来这里，不是不能回来，就不能藏在这里。虽然有时候这个学校不是很喜欢，可是真的要走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舍啊，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然后就希望学弟妹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吧，然后就努力去做这样。相信孩子的多元学习不仅止于教室里面，也能够在整个校园的环境来融入。那在布设过程当中，由我们同学们从校园的艺文的布设，甚至于到校区外围所彩绘的围墙，不只是我们同学才华的展现，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社区人士对园林高中学生的美学素养有很高的评价。在未来整个的发展，相信我们有了十年这样的奠基期，我们紧接着会是蓬勃发展的茁壮期。尤其我们已经从这边毕业将近200位同学，一定会有很多未来在我们画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有最好的表现。在这里还是要衷心感谢我们所有老师的协助，还有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有丰富的学习跟成长，感谢大家。解释，不能再
欺骗。